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漫谈党文化》节目，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我们这回呢要谈一个党文化中的一个现象，叫做"发展是硬道理"吗？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场景。下面请我们市委陈书记来给大家讲话。最近，下面有一些说法，搞得人心不稳的，搞些什么小动作？我跟你们透个底儿，只要经济上搞上去，成绩摊得出，百姓不闹事儿，我看在经济上搞些特殊，在生活上出些小问题，我陈书记是会保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二奶呀、三奶呀、小蜜呀，谁没有？我看是小题大做，别有用心。还是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你们记住我的这一点，永远不会错。刚刚场景中谈到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我想中国大陆的人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而且认可。对，那恒河先生，我想先请您谈一谈这个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口号，它是怎么提出来的呢？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口号呢，是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把它提出来的。那么当时的背景呢，是在六四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就破产了。那么在这之前是用这个意识形态作为其合法性的，所以他就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既然在精神领域上不行了，所以就转而到物质领域里面去找。这就是这个九二年提出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的背景。中国其实这个社会在文革之后啊，很大的动荡嘛，那老百姓一直在过苦日子。那在这之后呢，你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可能很多人都会很自然的接受，因为大家都想能够稳定啊，能够日子过得好一些，是不是这样？这个口号呢，听上去哈，本身你一下子还听不出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呢，它是领导人讲的话，一句话，后面就没有下文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可执行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上，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成了就是有权有势的这些人掠夺财富，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成了剥夺人民信仰自由啊、这个精神追求啊和民主自由的最大的借口。您为什么说这个口号是这个权贵阶层追求这个财富的一个最大的理论基础啊？是这样的，这个特别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有权有势的人掠夺了大量的国家财富，那么他的手段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是早期主要是一个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那么它是以这个国企改造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这个私有化的过程当中，根据国内这个权威人士估计哈，在90年代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是800到1000亿人民币，那么这个钱呢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个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落到了那些私人的腰包里面去了。这是早期，到了中后期呢，主要是在房地产开发方面，那么通过拆迁啊、圈地啊、卖地啊，地方政府搞钱。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数据，从2001年到2003年的3年时间之内，这个房地产开发的这个地方政府的收入是9100亿，这就相当于差不多2005年国家预算的1/3左右。那么有多少落到官员腰包里面去呢？中国没有一个统计数字，但是呢，有一个房地产业内的一个估算，就是说它的贿赂成本，光是批地这一项就占到整个房地产地价的30%。那么这个贿赂成本呢，就是全部落到私人这里去了。也就是说，在这9100亿里面，至少有3000亿是落到私人口袋里去了。那么这个国家监察局还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有问题的高级官员80%和土地有关系的。那么这两项国有资产化和这个国有资产私有化和这个房地产的开发，这两点呢，都是以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理由
在进行的。恒河先生，您刚才举的是在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个口号下出现的两个这个腐败的例子，但是呢，从表面上来看，中国这个经济确实也是在发展，而且很多老百姓也能感受到说我日子比以前好过了，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要看怎么样去看这个发展了。因为中国在中共这个领导下面所做的这个发展呢，它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一种发展。那么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在内蒙古草原上当地引进的山羊呢，就远远超过了当地土地能够承受的草原能够承受的能力，所以很快呢，山羊呢就把草全部吃完了，不仅把草吃完了，把草根都吃完了。然后呢，山羊就互相之间没有东西吃了，就互相之间吃对方的毛，所以为了防止山羊吃互相咬毛呢，这个牧民啊就把山羊穿上了衣服。有个人呢就到内蒙古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些照片呢就是山羊穿的衣服拍的照片。那么这个呢，那草地这个牧场的草连草根都吃完以后呢，这个牧场飞快的就沙化了，而且草原一旦沙化以后呢，就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其实中共自己啊，他其实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并不是不知道。在人民网上理论栏目里面有一个党课的内容里面就说到了，他说很多人把发展是硬道理呢看成是增长是硬道理，那么其中就提到了 GDP，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 GDP 拜物教的这个迷雾笼罩着各级决策者，所以他把官员的这个政绩啊就体现在这个 GDP 的增长上面，干部考核啊也是以这个为中心，导致了这个 GDP 的增长不计方式不计代价。郑毅啊，就是一位作家，他前一阵不是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生态环境崩溃报告》，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另外呢，这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个理论局，他有一个研究文章，里面提到什么呢？就是说许多人啊，把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以经济增长、经济指标这个来论英雄，所以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果造成什么呢？就是盲目上马各种项目，办企业啊，引进外资啊，搞的是什么呢？搞的形象工程，什么量力工程，什么夜景工程，结果呢，造成了大量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所以每一任官员都给后任者，还给当地的老百姓，这个就是留下了非常沉重的负担。有没有什么例子呢？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啊，山东枣庄，枣庄这个地区呢，是一个300多万人口，年产值400亿的一个，比较穷的山区。那么他这个因为这个当地的官员啊要发展，但城市已经没办法发展了，所以在23公里之外呢，建立一个办公区，非常豪华的办公区，为了让官员从市区到办公区上班方便呢，修了一条23公里长的公路，这条公路比长安街还要宽，是世界上最宽的，这个通勤公路。那么这个事情呢，还不是一个地区的，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就是徐光春，那他呢就召集河南省的官员说，是你们都不把你们城市建得漂亮一些，建议你们呢到山东枣庄去参观参观，回来要大搞建设，所以。这个省委书记对全省的这个官员这么说的。而河南省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河南省是一个非常非常穷的地方，当年为了脱贫，当地政府官员鼓励农民去卖血，造成了河南现在是由卖血污染造成的艾滋病最严重的一个地区。确实，现在国内的我看到一些文章在提到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那种说法上就好像是不管你是哪级官员，你只要把经济搞上去，物质生活好了，其他是都可以牺牲甚至可以不管的。对，很多大家都是这么认可的。其实呢，他还不仅仅是不管，对自然环境对自然资源他是不管，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呢，就是说对于精神和信仰层面上呢，他是竭力的打压。其实呢，他的打压呢是他最主要的目的。那么为了打压的话，他找出一个理由来，我给你经济发展。那个，所以在这个打压方面呢，他就是叫什么呢？叫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对官员的这个评价来说的话，它是两方面，一个呢是发展率，另外一个呢是政治上的打压。那么这个呢，
最后导致的什么呢？就是说在发展上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然后呢用镇压来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那是不是中共他打着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号做了很多坏事，但是这个口号本身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这个口号呢本身呢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生活啊，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并不是仅仅是物质的。它除了基本的物质需要以外呢，它在精神上、在信仰层面上都应该是有发展的。另外呢，还有这个生活的安全感呢、还有司法的公正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哎，那恒河，你说的这些也是有道理，但是是不是物质生活是一个基础？因为你看过去中国古代有个管仲，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啊，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你要先物质生活吃饱喝足了，你才能够有更好的礼节吧。你要说古人的话，那孟子也说了，说保暖思隐欲，就是说物质生活的提高啊，它本身不会必然的或者是自然的带来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提高。那么如果你不去重视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提高的话，片面强调经济的话呢，那带来的效果呢往往是相反的。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在这个西藏，就王立雄曾经举个例子，西藏有个县的公安局局长告诉他说，是以前啊这个公安局有30个警察，那整天没事干，根本就没有案子。为什么呢？因为西藏啊，它靠这个信仰维持了这个社会的稳定和人的道德，有1000多年的历史，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后来中共来了以后呢，就片面的要发展生产，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压制人们的信仰自由，不准人家去信，然后呢，要去发展经济。这样的话，很快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犯罪率就上去了。就同样这一个县，现在有70个警察，整天破案，忙不过来。真是所以呢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摧毁人的道德和信仰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了。确实也是。现在你看我们说走到外面去一看高楼大厦，大家穿的也都很鲜亮很时髦，但是好像这个安全感啊，心里的安全感还不如以前哈。对，就是总觉得你买东西啊，觉得怕它是毒的，是吧？带钱多了呢，你又觉得不安全，怕抢劫。对，对，人的欲望嘛，它就是无止境的。如果说没有道德的约束的话，没有信仰的约束的话，那真是无止境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社会啊，这个整个社会啊，经济数据增长了以后，其实这个社会并没有更稳定，社会矛盾反而加深了。这里呢，我们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为例哈，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93年到2005年，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5倍。那么在这同一时间，群体事件，这就是公安部公布的所谓群体事件，就是各种冲突事件，几个人以上的，多的就到几千人的，这种群体事件呢，从1993年的10000起发展到了2005年的87000起。是8倍多，那么参加的人数呢，从30万人增加到了大概400万人左右，增加了13倍。那么这个就是说，充分说明经济数据的增长，特别在中国这种增长方式，它是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那么这一年，这我们举例子是93年，93年正好是发展是硬道理发出来的第二年，提出来的第二年。那么即使中国的高官他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高官都纷纷的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去。那我想中共本身他应该是并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是提倡这个口号，而且在政策上还鼓励执行呢？这就是一个关于中共统治他一直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那么中国古代呢，这个皇帝啊，他的权力，古代嘛是君权神授，所以皇帝叫天子，他的权力是天授的。那么现代的民主国家呢，是政权民授，就是民选的政府。所以这两个呢，它的合法性都没有人能够质疑的，都不需要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合法性了。但中共呢，在这两点上它都没有，所以它必然要找一个合法性。那么在60之前呢，它主要是以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
比如说这个大跃进，那时候也是经济的，但是呢经济没有这么重要。六四以后呢，经济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有人相信它了，那么它必须在物质经济层面找它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经济上发展把它作为这么重要的议题来提，而且它不会改变。嗯，好，非常感谢恒河先生您今天精彩的评论啊，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嗯，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谢谢观众收看，下次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